傍晚的风吹来过回风和墙，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。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，我悄悄为他订美丽的妆。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，我希望每一秒元气满满。穿着精挑细选的情侣衣裳，我们是行走的浪漫。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，每一次呼吸都变甜。跟着流星划过天边，我们许个愿，每天都有心动感觉。在重视婚嫁的大端朝，有一座富庶的城镇，因为一棵树充满了神话色彩，它就是岳阳城。传说几百年前，姻缘神在这后山上种了一棵红鸾树，从此岳阳城就成为姻缘美满的风水宝地。凡是拜过红鸾树的有情人，成亲后都幸福美满。长久以来，红鸾树在百姓们心中无比神圣。两天，就两天，你让我见他一面吧。没人能跟我讨价还价，你命数已尽，见不到了。说话呢，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要打出去打，别在这胡闹。你神君如何处置这个恶灵？把他囚于荒海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好嘞。身为阎广神，审判众生却如此不讲人情，与我无关。那我就杀了你，再回人间。你别，大哥！呀！天上的不爱你这不要脸的！我让你不要在这打，你非不停，我这里的一切损失你得赔我。神君一向铁面无私，手段毒辣，万年无情，我劝你还是放弃抵抗吧。休想。小仙官，带他走。哎，好嘞。
非要魂飞魄散才甘心。完了，真的完了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，人间应该要大乱了。伯爷，现在可不是赔就行，你破坏姻缘红线，天帝将会把你贬下凡间亲自修复，渡人间之情劫，你贪生大圣了你。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我叫商官雅，是个媒人，祖上三代都是开媒人馆的。当年先皇还特意赏赐第一媒的牌匾作为嘉奖，所以我们家就成了岳阳城媒人馆之首，风光无限。可是没想到，一年前，保佑我们岳阳城姻缘风水的红鸾树，莫名其妙地枯死了。从此，百姓的姻缘变得离谱起来。哎呀，怎么说合离就合离了呀？这是大势所趋，你不懂的。你看我这样单身多好呀！我就没听说过这合离能开心成你这样的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呐。哎哎，你知道吗？自从和你成亲以后，你就变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对我越来越好。我怕我再不跟你和离，我就离不了了。其实我最后有个问题想要。哎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我没爱过你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前生似血，后会无期。这是本店最新推出的一款戒指。仅限你这种单身顾客购买，寓意着对自己孑然一身的承诺，一生不爱一个人。客官您歇好啊，有什么需求就喊小二啊。哎，客官住店啊。你可真是足一份啊，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三楼天子客房宾客一位。小二，给这位客官上来好菜啊。哎，好嘞。还有房吗老板？没房。走，愣着干啥呀？走啊！这样啊？除了所看到的这些，岳阳城中还有一股势力，就像毒瘤一样。有请我们才高八斗的万大学士！欢迎来了来了！谁来了？来了！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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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代表我们呢。欢迎来到单身福利社，鄙人万远明。好。最近有很多朋友送我礼物，感谢我把他们从婚姻的旧俗里解救出来。我们单身社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解救众生吗？我相信经过一年不懈的努力，我们能拆一对是一对，我们岳阳城早晚成为单身之城啊。看到了吧，人人都以单身为荣，退亲和离的人越来越多，单身者自成一派，联合打压情侣和夫妻们，使那些还想成亲的人人心惶惶，我家的生意更是惨淡不堪。
作为岳阳城仅剩的美人，我一定要对得起这块御赐的招牌。我办这个姻缘大会，为的就是让那些想谈恋爱的人有追求幸福的机会。姻缘神大人在上，请保佑我这次一定要一战成功，让我重振第一枚的雄风。红豆连理、小姐怎么了？爹爹呢？小姐，老爷听说你把第一枚的钱都花没了，然后头昏发作，又卧床不起了。行吧，我多挣点，他又好了。哎，也对。哎，红豆，外面检查好了吗？没人发现吧？小姐，没人发现。行啦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别光顾着吃了，眼睛机灵点。别让万远明的人混进来。小姐放心，有我连理在，他们要是真敢来的话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两个我打一双。行了，就你靠谱。那个集市快到了，放人吧。那我去了，小姐。来，小声点。好兆头啊！太好了！一个时辰带三位姑娘过来，分明是个浪荡公子。烂桃花不给你，还能给谁？这是朵烂桃花。哎，这里肯定有鬼，你给我等着。青春。
一早梦和你多好的时光，恍惚好几年，挣扎不放成了脸。你谁啊？神像后面藏了人，大家快去看看呀！大家快来看，第一枚根本就是骗钱，黑店。相亲的，我们相亲呢。放肆！你谁呀？退钱！退钱！别跑！退钱！过去！别跑你！你们要是再过来，我可就动手了。别跑！退钱！你到底谁呀？我不记得了。逗我呢？你是不是万远明派来的？万远明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千防万防，就怕他来捣乱。结果倒好，除了你这个冒失鬼，哎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一闹，我损失多少钱啊？给钱。喂，晕了？哎，提前就晕了。喂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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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天上掉馅饼我是没见过，这天上掉一个大活人被我遇上了，这房顶破了，第一杯完了，上官家完了。无家可归了。弟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。怎么不至于？这天上掉了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这不老天跟我过不去吗？奶奶你看看他，真是。是吧？真不至于。爹爹真是俊呐。哎呦我娘啊，你真的是亲。老爷，爹，我先带老爷回去了啊。老爷，小姐，这人不会是贼吧？好人谁上房啊？大学士，大学士，不好了，第一枚搞事情了。怎么了？他们偷偷举行姻缘大会，可不知怎么搞的。突然有个黑影从天而降，给叫黄了。黑影从天而降，我看这是天谴，我看这像雷劈的。对，就是遭雷劈了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第一枚执迷不悟的下场呀！强行举办姻缘大会，遭天谴了呀！万大学士说的对呀，天谴说的对。太厉害了。那个你醒了的话就聊聊赔钱的事呗。干嘛？哎，站住！呆！哎，女儿，快过来！啊，快来，小姐！我掩护你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五打一，你水手公爵肯定打得过你。来，听我的口令，我说一二三，大家就上。一二三上！一二三上！一二三上！娘，哎呀，这个时候真是护子心切呀，小心啊，娘。拿着，别害怕。娘，你到底是谁的娘啊？喂。连理红豆。在。你们真的上！呀！
你个大男人闯了祸还赖账，你亏心不亏心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各朝各代都是这个理儿。怎么着，你没钱让你家里人来赔啊？家人？什么是家人？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？哪儿的石头？别跟我说这么多，赔钱。我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现在赖账都这么不讲究了，不过你演得挺好的，但这钱呢，你该赔还得赔。放心，我不会赖账。那行啊，一共是多少来着？58两3钱2文。你莫不是趁我失忆了，勒索我？你还想倒打一耙？他们不都说你这是黑店吗？懒得跟你说，找地方评理去。我要带你去见我的好朋友阿静，她很能打的，你要是不赔钱你就死定了。男女结伴而行容易被误会。哎，臭不要脸的不是啊？这丧尽天良，简直是倒反天罡！大家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对呀，一段一段看一看啊！看看啊，有点羞耻，说孩子的呀，羞耻，我也还在一块儿呢。哎，看一看啊！对呀，啊，这爹妈丢人都不知廉耻。哎，你不生气吗？我为什么生气？这相爱之人何错之有？无辜受人排挤，遭人白眼，你不觉得对他们很不公平吗？与我无关。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冷酷的家伙，快走！贱人，骂你都不合理，信不信我？痛！再敢和女人动手，我废了你的爪子！静哥，我不是想和你，我只是怕人看不起，有错吧？呸！你也算个男人！大人，哎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刁民呐，竟敢在公堂之上肆意妄为！你好大的口德！小安，小心！关你什么事儿？还敢坐县太爷的位置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
站在那儿感觉特别的熟悉。失踪人口里没有，逃犯档案里也没有。那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要不你帮我和他过过招，看看他是哪个门派的。他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们俩这么小声说话，你都能听见？他好像真的失忆了。那我的钱怎么办？只能把他定罪关到大牢里，不过钱就没办法追回来了。根据刑律第72条，非法囚禁他人致他人重伤者，杖60至100。所以他也得定罪。我为什么要定罪？你哪里受重伤了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伤得还不重吗？那是你自己砸我家房顶上自己摔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为什么不砸在别人家，偏偏摔在你家？我还想问呢。我伤太重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跟我拉磨呢，一圈圈绕，你绕我呢，你这个混蛋。小雅，你无耻。冷静一点，这事闹大了还真解释不清。他竟然懂律法，但我的钱不能白这么没了。这样吧，先把人带回去，看他的打扮像个有钱人，过几日他要是想起来，你再要钱也不迟啊。嗯。以后，这就是你住的地方。这么脏这么乱，不得打扫一下吗？什么雨欣？要扫你自己扫啊。要不我帮你收拾吧。连理，不要怕他，我们的地盘放肆一点。放肆起来。你给我家造成这么大损失，有拆房住就不错了，以后你就在我家打工赚钱，什么搬东西、劈柴、生火、打水打杂，只要能用到你的地方你都得来，随时准备。听到了吗？我的家人都可以命令你。那你睡吧，明天修房顶。哼，又是喊我。愣着干嘛？上啊。上哪儿？上房顶，把你砸出的窟窿给补上。怎么补？就是拿瓦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铺上去，懂了吗？我不做这样的事。哎你，哎你还欠我钱呢，你还挑活儿。是只要把瓦片放上去就好了，对吗？嗯。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走了。哎，那个，你那个只是那啥上去，你这都有没有那啥，还不一定呢。那儿有梯子，自己看。哎，你，这是寄人篱下的态度吗？红烧狮子头，我最爱吃。吃。哎呀呀，娘啊，你还真不把她当外人呐！哎呀，你看呀，女儿，哎呦。
还有，哦，多吃点啊，吃了多干点活。哼，菜来喽。啊，谢谢女儿。哎，连理啊，嗯，你很热吗？我不热。那你怎么这么多汗呢？哦，刚刚进屋里的时候下雨了。哦，屋里为什么会下雨呀？屋里哪哪漏雨了？哎呀，屋里漏雨！天哪，怎么会漏雨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快找东阳的雨伞啦！怎么了？是啊，快堵上！拿盆儿啊，找盆儿啊，拿盆儿来呀！盆儿呢？拿盆儿，拿盆儿啊！去拿盆儿，往街上啊！我怎么拿盆儿啊？拿盆儿啊！快快快！赶紧拿东西堵上！快去！谢谢。哎呀，红豆啊，那你赶紧拿东西去吧！快点，把它堵上！快去拿盆儿！拿盆儿啊！我的天哪！快呀，快呀！你给我们，我怎么弄？盆儿呢？我怎么弄？我呀！嗯，啊，雨停了。这是用什么堵住的？堵上了，好像是老爷你的屏风吧？屏风。哦，屏风。对，这是我花了2两银子买的屏风啊！啊啊！哎哎，老爷老爷来，咱不至于啊，老爷，来，没事吧？老爷。好菜呀！哎呀，没事儿，等药熬好了，给老爷端过去赔个不是，他不会怪你的。对面山上的树怎么枯了？你说红栾树，一年前就枯了。人呢？那家伙人呢？他刚还跟我说什么红栾树的事呢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跑了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此树有些熟悉。你们家也有这树？不记得了。此树何用？它叫红栾树，是保佑岳阳城姻缘的。传说，是姻缘神大人在几百年前就种下的。我们上官家在这里开了个美容馆，顺风顺水的经营了百年。可惜，一年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枯死了。城里的姻缘也乱了套，我本来想办场姻缘大会拯救一下乱象，还被你给破坏了。可能这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吧。那也不一定吧。你想逃避责任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搅乱我姻缘大会这笔账赖不掉的。放心，该赔的我肯定会赔。你也放心，只要你好好干活，好好还钱，我一天都不会多留你。走，回家。唐人1文钱1个啊！唐人啦，1文钱1个。哎，客官，随便看看啊。哎，客官，这个是严广神，传说中最厉害的神了。像我。哎，你哎，客官没借钱呢。啊，谢谢您的。上官雅，嗯，你还敢出来？你个骗子！你个骗子！骗人的明明是你，脚踏几条船，你还敢胡说？哎，
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给我打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啊！接着跑啊！往哪跑？给我上！命只有一条，我劝你们珍惜。杀！的事情。